眼前一亮，这不是纯 popping battle， 这是 freestyle battle。 freestyle 最看重的就是音乐。这位小组你们派出的人是悟天克斯 Locking， 因为他们从录制到现在可能都没有 battle 过一 round， 除了和鱼雷和 bad 就这种层层毛巾的，我觉得他们可以让他们释放一下，就可能会爆炸出来。恭喜马东杰组现在积到4分。